歡迎大家收睇《環宇首期》。咁啊，上一集我哋提到咧，就係呢個東西方嘅交流。咁呢個東西方嘅交流咧，事實上係文獻方面咧係好缺乏嚇。咁但係歷史上面嗰個證據咧又唔少喎。咁我哋就提到咧，就係佛像嘅來源啦。咁當然觀眾就好奇怪啦。咁佛像有咩咁奇怪咧？每一個宗教都有一個嘅呢啲咁嘅像喺度啦嚇，即係形象喺度啦。咁當然啦，譬如話我哋提到呢個嘅天主教嚇。入面有不少的像啦，即係呢個嘅聖母的像啦、耶穌的像啦，咁但是在其他宗教入邊又認為咧呢種做將神的形象咧去表現出嚟咧，唔係一種嘅好的方法嚟嚇。咁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呢個伊斯蘭啦，咁所以到依家我哋冇見到一啲嘅偶像，所以他哋拜偶像唔係一種嘅佢哋認同的宗教嘅方式嚇。咁誒喺個即係新教入邊咧，亦都有類似嘅情況。我哋比較少咧，就係去將嗰個呢啲神嘅形象咧，去表現出嚟嘅嚇。咁猶太教亦都如是。猶太教就係即係佢哋覺得咧，神係唔可以用言語啦，或者係形象咧，去具體嘅描述出嚟嘅嚇。咁佛教最原始嘅佛教係咪有同樣嘅睇法咧？佢哋冇去到咁嚴厲。但問題就係最原始嘅佛教咧，事實上即係講覺悟，佢唔係講緊話有一啲嘅人啦，或者有一啲嘅超智慧嘅人咧嘅物體咧，佢係可以係成為神嚇。佢只係講到就係、是如果我哋去思考嗰個生命嘅話，我哋可以達到一個覺悟嚇。即係覺悟到呢個生命嘅本質嚇，生老病死嗰個原因喺邊度嚟嚇，咁所以就冇所謂呢個神嘅一個嘅概念喺度，只有係一個人佢明白到呢個生命嘅本質嚇，咁所以係覺悟嚇，呢個 Buddha 嚇嗰個釋迦牟尼嘅意思就係喺釋迦族入邊一個覺悟咗嘅人嚇。咁如果既然係咁，我哋係需唔需要做一個像喺度咧咁樣嚇？咁係即係呢個問題喺古代嘅佛教曾經即係有一定嘅爭論喺度啦嚇。咁但係即係其中一個好大嘅障礙就係、如果係咁嘅話，對於普通人嚟講咧，佢哋心靈上冇一個即係好具體嘅依靠喺度嚇。咁所以要做一啲好具體嘅物件，先至能夠將我哋呢種心靈嘅寄託咧，去即係儲擺放落一啲嘅載體入邊嚇。譬如話佛祖佢嗰個嘅舍利子嚇，咁我哋可以真係崇拜嚇。咁但係呢個情況維持到即係幾時嘅時候咧，即係先至出現咗一個改變咧？就我哋上一集提到嘅就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嘅時候，佢係帶咗一啲嘅古希臘嘅。工匠去到那個地方，咁啲工匠嗰個下落係點樣咧？或者佢哋跟住落嚟有啲咩改變咧？咁我哋去睇翻咧，就係喺古希臘入邊咧，事實上佢哋係一種嘅多神教啦。佢哋都同我哋即係一般嘅古代嘅宗教原始宗教有一個近似嘅地方，就係佢哋好多塑像啦，佢哋嘗試去表現個神嘅形象出嚟係點樣嚇。咁呢個神嘅形象咧？就有太陽神啦，有宙斯啦，有維納斯啦嚇，應該係呢個維納斯應該係羅馬嘅愛神啦。咁如果喺古希臘咧，佢哋應該佢哋愛神 Aphrodite。咁就無論如何，佢哋都有呢啲嘅即係愛神嘅形象出嚟，戰神嘅形象啦嚇。咁佢哋會有起廟去崇拜啦嚇。咁同埋佢哋嗰個宗教上邊嗰個嘅即係對於神嘅睇法，又同我哋佢一啲原始嘅宗教咧又近似嘅，就係。所謂神，只不過係一啲個能力比人強嚇，但係佢哋喺嗰個道德上喺性格上面咧，仍有相當之大嘅缺陷啦。譬如話呢個嘅宙斯，佢會發脾氣啦嚇，佢亦都會係偷情啦嚇。咁天后亦都會係妒忌啦。呢啲其實係人嘅嗰個情，即係情緒上面嘅投射嚇。但咧，佢哋嘅能力係遠比其人係強嘅，所以我哋咧就將佢崇拜成為神。咁同其他呢啲比較成熟啲嘅宗教咧有少少唔同啦。成熟啲嘅宗教咧就認為咧呢個即係神本身咧係
同人係絕對唔同嘅嚇，佢係全能至善至美嚇。咁如果係咁嘅話咧，通常咧佢哋係唔會顯現佢個形象出嚟嚇，所以就一般嚟講就唔會畫到佢個樣子出嚟點樣啦嚇。咁呢個情況，譬如喺古埃及亦都會如是嘅嚇，佢哋嘅形象就即係亦都係神嘅形象，亦都顯現出嚟。但係同希臘個唔同，希臘嘅全部都係人嘅樣貌嚟，甚至係一啲個體態上面相當之健美啊，令人覺得非常之即係喺現實上咧健美嘅人士嘅體態。譬如話呢個希臘嘅海神嘅形象啦，曾經睇出嚟就係佢個肌肉咧嘅體嘅形態咧，同我哋今日嘅健美先生係相當之相似嚇。咁但係其他嘅地方咧就好唔同。咁呢個亦都即係同我哋上一集講到嗰個兵馬俑嗰個嘅形態咧有一定嘅關係度。因為都係點解咧？即係有啲嘅考古學家會認為其實呢個係有希臘嘅古希臘嘅影子咧。因為咧喺古代中國咧，其實對人體嗰個美態，特別係男性嗰個身體嗰個美態咧，嗰個追求咧係遠冇呢個古希臘咧咁熱切嘅嚇。古希臘就係好多時咧，佢哋著嗰啲嘅衫咧，係非常之顯現到佢嗰個肌肉出嚟啦嚇，甚至一啲裸體嘅形象喺度啦嚇。咁雖然喺兵馬入邊咧就冇呢個裸體嘅形象，但係嗰個軀體啊，男性軀體嗰個形態咧係非常之現實嘅嚇。咁呢個同喺中國入邊咧，佢哋對嗰個形態嗰種嘅忽視咧係大相徑庭。所以由呢個觀點睇咧，我哋覺得咧就係呢個古希臘咧係有可能個工匠方面咧係影響咗嗰個兵馬俑嘅設計嚇。咁但係我哋翻去即係講嗰個即係佛像嗰個出現。今時今日喺呢個法國嚇，咁咧就喺中亞地區咧，我哋仍見到有多相當之多好非常之漂亮嘅佛像喺度。咁但係啲佛像嘅形態啊形象係點樣咧？咁我哋之前有即係頭先我哋有講過啦，原始嘅佛教佢哋係講無相啊嘛，無相話我哋嘅見到我哋喺嗰個感官上邊，我哋見到個形態咧，事實上係一個虛幻嘅形態嚟嘅，佢唔係一個現實嘅本質嚟嘅，現實嘅本質係唔喺我哋感官嘅世界，我哋會見到，因此我哋都唔需要嗰個即係一啲好靚嘅雕刻去。令到我哋去相信呢、這個即係釋迦牟尼嘅教導。咁但係落到去喺個中亞地區，如果有啲信眾佢哋冇諗到咁深嚇，冇諗到一個咁高嘅層次，佢哋希望有啲偶像去崇拜嘅話咧，咁作為權宜之計，我哋就要做啲偶即係形象出嚟，俾佢哋知道咧呢、這個佛。釋迦牟尼係點樣？於是乎咧，就喺嗰個地區咧有啲佛像，但問題就係呢佛像嘅形態，我哋應該係抄咩？係咩咧？會唔會我哋揾翻呢個即係釋迦牟尼佢哋嗰族人嘅樣貌出嚟去崇拜咧？咁但係似乎唔係啦。我哋見到而家喺呢個中亞地區呢啲佛像咧，係似翻而係似翻古希臘嘅塑像嘅。咁、那、嗰個地方嗰個名字就叫建陀羅文明。咁今日就係我哋喺嗰個呢啲嘅佛像嘅雕塑入邊咧，我哋有一個分歧，其中一個最早期咧就係呢個建陀羅文明嚇。咁呢個建陀羅文明就係入邊嘅雕塑咧，係個風格係非常之歐洲嘅嚇。包括人嗰個面相啦，更加重要嘅就係佢入邊嗰個衣服啊嗰個嘅形態。即係呢啲係好似薄紗，而且咧佢做起上嚟嗰個嘅形態咧，係有少少風吹，有一啲嘅飄下飄下咁嘅感覺。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線索嚟，因為喺古希臘咧，佢哋譬如做呢啲雕塑，佢哋覺得最難嘅地方咧，就係因為佢哋披嗰啲咁嘅布料咧，佢哋會起咗啲折紋，同埋咧如果風吹過嚟嘅時候咧，佢哋有一種飄嘅感覺。佢哋講喺雕塑上邊咧。佢哋如果做到呢個效果嘅時候咧，就顯示到嗰個工匠嗰個嘅功力喺度。咁如果係喺呢個即係建陀羅文明入邊呢啲佛像嘅雕塑咧，就佢哋係顯現咗呢種咁嘅技術嘅時候咧，咁我哋一個幾客觀嘅證據就係其實咧就係嚟自呢希臘嘅工匠。
咁呢個當然亦都係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咧，就係呢啲嘅工匠，如果佢哋係做啲佛像嘅話，咁佢哋有冇歸依到呢、這個即係呢個佛教咧咁樣嚇？咁如果有嘅話，佢哋有冇同呢個古希臘嘅哲學嚇、去進行一種嘅交流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歷史上邊一個懸案嚟嘅嚇。因為咧，我哋而家冇睇到喺古希臘入邊，佢哋有冇即係接受到呢個即係佛教嘅影響嚇。咁但係咧就呢啲嘅佛像咧，係的而睇到咧，就係喺呢個古代時候咧，呢個東西方啊之間嗰個嘅科技術上、工藝技術上面嘅交流。咁至於思想上面嘅交流咧？咁我哋而家就唔係咁容易揾到一個嘅文獻嘅證據喺度啦嚇。咁佢到涉及到呢個咁嘅即係古希臘嘅工匠，佢哋有一個嘅遺留落嚟嘅遺產，就係出現咗一啲有非常之西方嘅佛教嘅形象。咁佢繼續落嚟，佢有冇影響到喺呢個嘅中國或者印度其他地方的一些的形象的設計呢？這個我們有更加多的考古學家去追查了。但是由於有了這個這樣的線索，我們可以繼續問其他問題的。譬如在古代的宗教裡面，即是我們講的主流的宗教裡面，它有沒有可能有其他的更加大，而我哋喺歷史上，我哋一路冇去發掘，或者甚至係去即係冇去唔敢去正視一啲可能性咧。咁其中一個就係譬如耶穌，佢喺嗰個嘅年青嘅時候或者年幼嘅時候，咁究竟佢係喺係咪喺呢個嘅以色列啊？即係我哋今日講嘅以色列嗰度去。即係從事一啲嘅學習或者點樣，咁呢段喺好奇怪地喺聖經入邊咧，新約聖經入邊咧係一片空白嘅。咁於是乎咧，有啲嘅即係傳說就話，其實耶穌咧喺呢個古代時候咧，佢曾經去過呢個印度啊，即係我哋今日講克什米爾嘅地方去求過一啲嘅即係知識啊，或者一啲道理嚇。咁譬如話喺呢個即係基督教入邊嘅。譬如話對嗰個愛人如己呢一種咁嘅即係睇法啊，呢種咁嘅學説，咁佢有冇係喺呢個即係中亞地區有得到一啲嘅元素喺度咧？咁呢個當然啦，即係對於係一啲所謂原教旨嘅教徒嚟講咧，呢個就不可思議，因為咧，正如我哋上一集有提到啦，譬如喺嗰個地方入邊。他們是發掘了一些古物裡面，很多時候由於那個文化認同的關係呢，是不想那麼去考究，就是這種這樣的古物，它的無論它設計、它的風格以至內容，它有沒有受到這種外來因素的影響，因為這樣這個就會令到那件事本的就是那個的身份認同呢出現了所謂一些雜質在這裡。但是如果我們是 從事一個真真正正學術的基礎，我們就要看個事實，而不是看我們 自己主觀的感受。所以如果說在古代，如果在這個不同的文化之間它有交流的話，那這件事其實是一件好事，因為這個證明了人類很多思想是可以透過呢個互相的感染之後咧，可以提升嚇，而唔係話啊，我一個人因為佢天才，我哋就可以啊諗咗一啲好有好深入或者好有洞見嘅一啲知識出嚟。好可能我哋嘅古代嘅文明咧，我哋係有相當之多嘅大家互相嘅感染啦，互相嘅研究啦，去達成咗即係今日我哋認為非常之有用嘅一啲嘅道理喺度嚇。咁呢個即係咁大嘅疑問咧，我哋相信考古學家咧，未來喺日子嗰度咧，透過好多唔同嘅科學嘅方法，譬如基因嘅研究啦，嚇，呢啲嘅碳十四
的考古的技術，再加上其他這些聲納的發掘，我們可以見到一些新的突破出來。好了，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我們下一集再見，拜拜。